眼睛睁开，我不敢看，因为不知道往哪里站，一个人飘在。集词曲创作、编曲、唱片制作、主持等才华于一身的徐志瑶，瑶瑶2006年5月为台湾流行乐坛带来清新而多元的华语流行基督教乐风。试试看我到底敢不敢一个人走在。17岁就以乐手身份进入歌坛的徐志瑶也曾风光一时，当时与张雨生共同录制了《青春像把枪》合集。他的音乐梦想长达20年，走过烈火青春，一段惊奇的人生历练，磨去他年少轻狂的高傲锐气，却也磨出他稳重充满爆发力的音乐潜质。带着浇熄不灭的热情，徐志瑶继续追逐他的音乐梦。谁是行走，谁是行走，拉着我的手，瑶瑶你好，欢迎你来。不过瑶瑶，学姐你好，学姐对，真的是学姐。我们在美国念同一所，同一所大学，对，旧金山州大。对，旧金山州大。你这一次啊、终于要让大家再一次听到你的美好的音乐，在雪上行走，沉寂了8年哎，为什么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是因为这个在，尤其我们讲在水上行走啊，其实写的其实就是我在美国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别人的屋檐下面呢，在这个茫茫人海里面行走了很多年以后的一个作品。嗯哼，对，当然里面有很多包括个人的见证啊，啊，怎么样？所以每一首歌对我来说其实是啊，我用音乐来把我的日记或者是见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很特别的是，现在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个新的风格，可能你在华语歌坛里面还没有听过，就是所谓的 CCCM 风格。对，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CCCM？ 好，那要先介绍所谓 CCM。我们讲它的意思就是说 ，contemporary 就流行的啊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基督教的，啊，那音乐就是乐风。所以如果要很明确的这个翻译的话，就是流行基督教乐风。因为刚刚我们刚介绍的是 CCC 对不对？对，那它又多了一个 C 啊，那是 Chinese 华语。那我也是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音乐真的让我们听了以后啊，是不像教会里面的诗歌，嗯哼，啊，里面可能你找不到我敬拜你跪拜哈利路亚这种词，嗯，但取而代之的就是啊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是啊，生活方式，好的一些价值观，嗯，好，我们把它放在里面。其实这几年来啦，从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啊，黄国伦的《我愿意》啦，对，王菲唱红的，王菲唱红的，那有很多歌手像David Tao 陶喆，嗯，啊，他很多歌啊，这个500甚至白鸽啊，上帝救救我啊 ，Tank 啊，啊，何耀珊啊，啊，那像我去年我做了一个，应该严格讲是前年的大前年了哈，啊，蒙恩使女啊，你可以看到很多歌手他。在这个歌就越来越多这样类型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把它哎有一个这样子的归类也蛮好的，让大家知道说啊，原来基督教的音乐这个也是跟着时代在改变。嗯哼嗯哼，所以很能符合时代需要的这种 CCCM 曲风，嗯，我们现在呢就请瑶瑶来为我们唱一首，好不好？在这个专辑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你自己哪一首创作？好，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叫做等待。等待的感觉像个乞丐，等待就像做一桩买卖，等待的时候胡思乱猜，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等你来，等待一生的依赖，将我的心锁打开，意图钻进你的胸怀，我终于不再等待，等待让脾气不再变坏，等待
也能让自己愉快，等待一切美好的未来，因为我知道我应该等到你来，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空等待。很棒的歌词，哎，有押韵，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这个把心情描绘得很白话，是啊，会让脾气变坏。对对对，就是你等到最后的，就是你会发现等待也可以很愉快的，嗯啊，来等一件事情，那，嗯，表示你胜过了。不过你等得够久嘞，嗯，如果从你小时候两三岁就爱到舞台上表演的话，对对对对对那可真的是等了很久了。对，你从小就喜欢音乐。对，从小的话就是耳濡目染，应该这样讲，嗯，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孙。啊，那个你知道什么姑姑叔叔阿姨舅舅一票啊，客厅坐一圈看你表演，对，不，他们很喜欢听西洋流行音乐，uh-huh. 啊，就把他们对那个流行音乐热爱呢全部灌注在我身上，uh-huh. 对，就从小就教我很多东西这样子。那我就一直到了我念初中的时候，uh-huh. 啊，那时候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进一个蛮不错的学校啊，uh-huh. 音乐班，嗯哼， uh-huh. 后来我妈。对，他突然就决定说不让我去念了，因为总裁觉得啊，就念音乐出来也没有什么出息，因为家里都经商嘛。嗯哼。那因为也不太爱念书啊，嗯，所以就后来我初中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这个室友，国一就住校啊，然后我的睡我下面这个同一个寝室，我们上下铺啊，睡我下铺的这位同学啊也不太爱读书啊，我们两个就一个讲好，一个人去学吉他。啊，一个人去学打鼓，嗯，那我就是去学打鼓的那一个啊。那后来这位同学呢，他也还真的成为一个吉他手，信乐团哦 ，Chris， 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花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呢，各自去钻研，嗯，啊，所谓这个比较流行音乐的东西，嗯哼，对，嗯哼。那我们高中又碰到一起了，嗯，啊，那我们就组了一个合唱团。属于的 heavy metal style 重金属摇滚，嗯，对，啊，就从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走上了不归路。1989年还只是个高中生的徐志尧，就与目前当红的信乐团吉他手 Chris 合组徐夫人唱事办乐团，并在全国流行音乐大赛中脱颖而出。但好景不长，前途似锦的音乐事业却屡屡遭受挫折打击，让原本斗志高昂的徐志尧终于像个泄气的皮球，带着破碎的心只身转往美国发展。而这一步的转折居然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翻转。那个时候你在高二的时候呢，嗯，就是你说的那个 Chris 嘛，对，你们就组了这个乐团，对不对？嗯，当然你们希望有多一点的这种表演的经验，对，然后磨自己的这个技术，对，最好自己还可以有点创作，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把你发掘出来，对对 对。所以你们那时候组成一个乐团，但是这个乐团的名字，我看了有点傻眼，是，叫徐夫人，徐夫人唱诗班，对，你那时候啊，想要取一个名字出来是更加不一样的，其实就这么单纯。那其实我自己姓徐。那徐夫人不是我妈，啊，当然也不是我太太了，那时候还很年轻啊。那就有常常人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讲个故事啊。你有没有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嗯，啊？当年的荆轲手上拿那把匕首呢，就是徐夫人，哎，大侠所铸啊。哦。哎，这个感觉起来那个有点兵器的味道嘛，是不是有点金属味？啊，对。那这个只有他那个能够铸出全天下最锋利的兵器。所以我们就影射自己能够做最好的音乐，嗯，啊，所以就有一个徐夫人的名字出现了。那唱诗班呢？我们觉得合唱团也不好听，乐团也不好听啊。那我们觉得我们来，哦，徐夫人来唱诗，大家觉得很妙了啊。大侠客还来唱诗，这就是你知道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搞在一起，就是。哦，所以南拳妈妈也不是第一个无厘头嘛。对对对对对。你们才是始作俑者。
是，所以当时还蛮风光的，对不对？去参加比赛啊、哦，得了不少奖嘛，好几个奖，嗯，得了最佳团体啦，创作啦，好像还得了一个最佳 keyboard 的时候，有三个奖。哇，对，通常在这种大比赛里面拿到奖的话，应该是会有唱片公司的合约过来喽、嗯。因为确实是蛮不容易的，从这个小小地方区赛，一直到台北市的决赛，一直到全省，然后你还可以。冒出一点东西来，那确实会让人家注意。所以那时候比赛完了，我们就出了一张合集，嗯，啊，里面还有这个已故的张雨生也在里头，嗯嗯，对，嗯嗯，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蛮辛苦的啊，可能要唱工地秀啊，要跑各大 pub， 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的啊，好不容易我们做了自己的专辑，徐夫人自己的专辑，嗯，要发行了，啊，电视上已经一开始都谈好，已经要开始打歌了，就没想到在。出片前的一个礼拜吧，那我们就收到一封信，啊，对，是一个兵单，是来征召 Chris 去当兵了，啊，所以我们就当下就徐夫人就陪了夫人又折兵，真的叫陪了夫人，对，陪了夫人就折兵了，所以这个计划就泡汤啦，就这么叫停啦。对，那当然心有不甘呐，啊，嗯，所以就，我就带着其他没当兵的人。我们就有点退居幕后这样子啊，就开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对，那专门做一些编曲啊，做一些啊，这个创作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有 project 做是已经是很感谢主了，我们现在讲啊，但是不见得收到钱啊，所以常常拖了好几个月啊，那个钱都收不回来。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笔这个我们的费用收到是大概已经四个月以后了。啊，然后好不容易拿到一笔钱，结果却这个我的 partner 啊，就是合伙人，就拿了这个钱带着老婆小孩跑掉了。然后后来又是大概撑了几个月吧，半年的。就有一天我啊下班，但因为很辛苦啊，因为 project 来的时候你是不能睡觉，因为晚上的工作，因为有三四天没睡觉啊，这么辛苦的撑下来，自己也大概觉得很累啊。那我刚刚就说有一天下班，我回到我的工作室一看呢，傻眼了。因为里面的那些设备就通通不见了，不翼而飞，也是被一起合伙人大家觉得就不好做这个生意，就搬就搬走了。 是另外的，也都是自己的合伙人，所以我换了好几个合伙人，因为大家就跑掉了，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你，所以我那时候也拜得很凶，嗯哼，啊，去这个我做过观世音的干儿子，就这样子就你就变成说你固定一定要去拜拜，然后一定要去还愿，嗯哼，好，那有时候觉得哇，可能讲好每个月五号要还愿啊，哈，随便说，那天明明有很多事情，然后又去不了庙里面，你就觉得心里面呢就是天大的不平安，对，好像这个你不去就要遭天打雷劈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啊，我的信仰给我是每天都处在一个很害怕当中。我觉得这都是蛮有条件的，在当我先信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深的一个交鬼的行为，嗯，当然就是到后来也没有受到保佑啦，我觉得，嗯，啊，那有一个机缘下面，就是因为我们家一些亲戚都是在美国很多年了，所以就帮我们有申请这个身份绿卡，所以那时候在台湾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对，再加上我刚刚讲的这些种种 happen。这个都发生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小小心灵好像走到尽头了，嗯，啊，这个神明也不帮助我了，嗯，啊，那我就刚好有机会可以到美国去，那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一个生机，嗯，所以我记得在93年左右，我那个时候就去啊，等于说去报道了，因为是绿卡的关系，对，就到那边。那我就记得哇，我一到那个路上，我看傻了，因为随便一个这种。街头艺人到处都是，都比你可能厉害100倍。有时候拿出来的乐器你根本没见过。对对，就是哇，真的是天外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嗯，那我最记得有一次，好像有一个水电工来家里修东西啊，怎么就看到我一把吉他放那，拿起来就是一段蓝调吉他。所以我就啊，我真的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了，你知道吗？对，所以感觉起来是不是这个另外一个 dream 又破碎的感觉，嗯哼，那我没有办法再用音乐这个混口饭吃的时候，人总要找出路嘛，嗯哼，后来我大概旧金山待两个礼拜，我就发现旧金山这个地方不太能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老中啊，就中国人太多了，对对对，对，那我觉得来这边好像不太需要英文也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我就跑去那个 Texas 德州 Houston Texas， 我到了那边对我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嗯
有一件事情让我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哇，又讲了一段希伯来文，又奉耶稣基督的名，砰，你又倒了。我又倒了，就开始帮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那个牧师带头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这个观世音的灵从我里面出去。他一讲完，我就哇，整个开始吐啊，呕吐翻滚啊，这已经完全失态啊。虽然我书念不好，可是礼貌还懂一点啊，就不会这么失态的。郭阿姨，嗯哼，啊，那是我妈妈朋友嘛，那朋友当时妈妈的朋友当时就阿姨辈了哈，嗯哼，那因为她这个我她那时候在 Houston 接待我，那当然出外靠朋友，所以在他们家住，但是很奇妙，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然后上帝呢也给她一些恩赐啊，就是她有这个先知预言的恩赐，常常神会给她一些话语，那她就会告诉你，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有一个感动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都觉得他哇非常灵啊，所以那时候还不信主，都叫他郭仙姑哈，对，仙姑仙姑。然后我都常记得哇，我从门口进来，说哎呀，你今天怎么头在痛啊？哇，我说哇，你怎么太灵了？那害我呢，跟他讲话的时候呢，都要这个心里都不敢有这个杂念，你知道吗？怕被解读出来。对对对对对，尴尬。那有一天问我说，瑶瑶你要不要信主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啊？而且我到国外呢，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我不能接受，就是要找个庙还真难。你记得怎么国外住过就知道，到处都是教堂，到处都是教会。对，那我觉得应该找一个神啊，要照我吧。好，我们来决志祷告啊，所以他一句我一句啊，我就跟他做了决志祷告啊。那他说哎，那我说这么简单呢、啊？因为我觉得信主对我来说那个时候太容易了，怎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吃素，不需要吃斋念佛修行，这么容易、啊、这么容易啊？他说对啊，神就是白白的给我们啊，恩典就是白白给我们啊。所以当我做完那个决志祷告以后，他说好，那现在呢我来为你祷告。那他要用了一些方言祷告，哇稀里哗啦的，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我心里觉得很酷啊，哇希伯来文啊。然后打完告以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我求圣灵充满你，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是当他才把手放到我的额头上，然后只是奉耶稣的名，奉圣灵的名，然后来充满我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砰，我整个人就被一个极大的力量从天上打下来，我就我刚讲185公分，就这样活生生的被砰击打在地上。哇，我这个年轻人脸色发白，嘴唇发紫啊，他就知道我在我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因为以前拜了太多东西了。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找了一个管牧师啊来帮我祷告，还有教会的几个4-5个弟兄姐妹。那管牧师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来的，他一来了也是一样，你一句我一句，我们做了结束祷告的话，哇，又讲了一段希伯来文，又奉耶稣基督的名，砰，你又倒了。我又倒了，我打到地上一样也是就不能动了。那这时候不像昨天了，哇，这牧师带几个弟兄姐妹就开始哇一直方言祷告啦，然后就开始帮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那个牧师带头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这个观世音的灵从我里面出去。他一讲完我就哇整个开始吐啊，呕吐翻滚啊，这已经完全失态啊。虽然我书念不好，可是礼貌还懂一点啊，就不会这么失态的。然后哇，叫那关公出去，哇，我又开始啊。然后土地公哇又开始啊。然后这妈祖哇又开始啊。就他一直讲到这个西藏密宗的时候啊，哇，那是厉害了。我那个就那个灵特别强，我一拳砰就往牧师脸上挥过去啊。牧师果然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没办法控制。嗯哼。可是牧师特别有恩赐，一边祷告那个一闪呢、啊、就没打到，你知道？就这样子搞。哦。所以我就记得我连续三天。连续三天、啊、就被这样释放。所以自此之后你的心灵心情感受是什么？对，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当然不见得说每个人好像人信主都要经过我这一段哈。那我觉得上帝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拣选你，他知道我喜欢搞灵异的东西，如果我不信主，我搞不好现在主持灵异节目。但是呢，这个他知道我喜欢这东西，就用这样子的，借由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我身上，就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 impact。
这个冲击太大，让我不得不相信确实有这么一位真神存在。嗯哼嗯哼。啊、所以当我这个从被他触摸到受洗就很快的时间，那当然我就开始就是跟着牧师啊去做门徒训练啊，就很快我就觉得我就一下就进了这个这不同的世界。嗯哼嗯哼。不过后来你也因为认识耶稣之后，你再一次去确定你要走这个音乐的梦想嘛？嗯哼。你就又回到了旧金山，对不对？对。然后就进了我的母校 ，San Francisco State U 嘛。对，对，蛮不容易的。可是你挑了一个非常难念的科系啊。对，我的 major 叫做 Electronic Music， 嗯哼，电子音乐学啊、嗯。大家听到这也不要以为是这种摇头音乐。要学些什么？就基本上就是说，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正规的音乐系，所以不管是乐理也好啦，音乐史也好啦，我觉得最痛苦就是这个一大早啊八点钟起来啊，这个第一堂课叫做 ear training， 就老师弹一段东西你把它写出来，我咚一个音你要告诉他什么音啊，哇那真的是都还没睡醒啊，哪一个搞音乐的人很早起的啊，那还没有啊，这不容易啊。音乐史翻开来哇一堆德文意大利文，对，那当然我自己的 major就是在 studio 里面，可能是设计一种音色、uh-huh. 啊或者是这个用电脑音乐，用电脑去 generate 一些音阶出来啊。哇、wow. 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就是 MIDI 啊，怎么用音乐做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唯一的一个老中在里面，中国人。Uh-huh. 然后我的同学也都是那种啊。一个脸上啊，一个鼻洞的啦，就好几个洞的啦啊，或者是很多纹身的，那个头发是朋克头的，这种大家都是这种同学，嗯，那反而我就在里面变成异类，哦，哇，太正常了，所以后来你还慢慢就展开了你的电台或是这个主持音乐等等的这种工作，对对对。观众朋友要求啊，就听了很多集我们在里面讲如何省油，对不对？是。但是呢，有的人经历信仰洗礼后，1997年徐志尧展开另一段媒体生涯，先后在旧金山的中文电台、电视台制作、主持许多节目。当时还在大学就读的他，不但活跃于旧金山湾区的华人社区，更率先成立了加州第一个华人网络广播网站。然而心中的音乐梦想持续催促着徐志尧，他决定回到故乡台湾寻梦，但一个月后他又再度带着沮丧返美，并且度过人生另一个低潮。现场欢迎瑶瑶的太太文梅加入我们，其实你也是我的学妹嘛。是啊，我们是在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的时候认识的。哎，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舞会上认识的啦、uh-huh. 因为我们念不同的科系、uh-huh. 对，所以我没是念 MBA 嘛，那时候攻读气管硕士，你看到的瑶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学业上很认真很拼了，对不对？其实去那舞会蛮偶然的，因为更没想到自己会到舞会去，而且他们是新生你知道吗？对，才刚刚下飞机大概两个月吧，然后刚好碰到一个中秋节。 对， 对，那同学就拉我去啊，那我想说好吧，反正没事去看看，那也没有想到，只是想说去看看开开眼界就走了，就没想到就认识他，这样一认识就解了不解之缘。礼拜六晚上我还先去聚会，对，聚完会以后很晚才来，同学一直跟我说啊来啦，这一届有一个张美女啊，我想说通常叫美女应该都不会太美，我还是去看一看好了。所以后来呢你们就开始交往嘛。对，然后你也有一个机会进入了电台工作。嗯哼。然后哎，这个机会让你也在这个湾区有一点名气。哎，对，是小有名气。对、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讲华人的媒体跟电台还是不多。对，那刚好星岛日报呢在97年就在旧金山就办这个中文电台，那做的还不错，所以后来就我其实最特别的是你居然可以把观众来电或是这个写信的心情直接就把它变成一首歌写出来。是啊，你学姐应该可以 relay 那种感觉啊。其实呢、很多华人在那边的生活是比较单调一点、对不对？到 weekend 其实没什么事做，所以我就打电话让大家来唱唱卡拉 OK 啦，讲笑话啦，网络上配对啦，玩 game 啦，但我叫 Super Friday， 所以要做的很娱乐 entertainment， 很 fun， 很 fun， 对。
那当然我自己是学音乐的啊，白天老师的 rock history 教的东西，晚上我也讲给大家听啊，告诉大家要去这个嬉皮街，对啊，因为那是什么啊 acid rock 啊，迷幻摇滚的起源地，而讲他的东西以外，那我自己创作人，创作的东西呢，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写完，或者亲朋好友的故事呢写完，那没什么东西可以写，那不如叫听众就记他们的心情故事，对。那当然是也是一种挑战呢、啊，因为一个礼拜你要出一首歌，对，啊，要把词写好、曲写好，还要编好，还要唱好、录好，所以15分钟把信念一遍，然后把词念一遍，最后把这个歌放给大家听。哇，那个听众电影真是感动到痛哭流涕，没想到我的故事还变成歌。可是为什么在1999年的时候你会想要回台湾呢？那时候广播也做一阵子了，然后当然也毕业一阵子了啦，哈、嗯，那就总觉得说好像自己应该是要学以致用。哈，那能够当回到华人华语的流行音乐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所以那时候也就自己偷偷跑回来了，你知道跑回来就看到你过去那些玩音乐的人，对，总觉得哇，又听到谁又得金曲奖，谁又什么唱片大卖啊，总是心里很痒，你知道，跑回来一个月，结果发现上帝没有开任何一扇窗，嗯哼，对，那反而就听到的都是说，啊，瑶瑶你这个音乐啊，这个实在是有如一碗阳春面，淡而无味啊，你还是回美国去好好修炼一下，啊，那再发现跟人家预约时间谈东西都是晚上12点去卡拉 OK 一边喝酒一边要听你唱歌，然后到早上了，我说不行，我还得去教会聚会了，我就发现我好像跟那世界格格不入了。我妹那时候你赞成他回台湾吗？1999年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没那时候？毕业了。毕业了，对，就反正，嫁鸡随鸡嘛，嫁狗随狗。那他想要回去，就是看看。那我其实也不排斥。对，因为毕竟台湾也是我们生长的地方。就后来发现神没有开窗。对啊，所以，刚好也这个机会也蛮好的，其实我也蛮赞成。那就我们就回来，就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又买了房子，还又怀了第一个宝宝，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你就发现这不是你要走的路，我就发现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 conflict 啊，但你居然变成了第一个网络电台的创始人啊。对，很奇妙，那个时候我都回到台湾，我刚刚讲啊，神没有开任何一扇窗，但是开了一个门啊，那个时候不需要什么 business model， 大家只要反正集资搞一个网络公司 IPO 上市以后大捞一笔，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就有一个广告公司投资我，马上拿了$100,000给我，说你去美国帮我开个分公司，然后又给我很好的薪水，然后我就回到了矽谷，就找了一个地方做网络的，就是 streaming audio video、啊，就这样子弄了大概快一年吧。快一年，只是没有想到一年这个就泡沫化了。对。那文美，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后面哦，对啊，这怎么一切就这样子很落差非常大？对，落差很大。对，前一年是人家讲我入新贵，后一年是拿这个失业救济金过活。对，有后悔说我怎么跟了他吗？他那时候工他有一我那时候也有一份工 工作，也是在矽谷的公司。对，所以我是吃软饭，还可以维持了。最后那段时间你怎么过呢？就是紧紧抓住神。好，那当然神又带我回了我的老本行啦，就是做音乐。所以你知道做音乐实在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就开始脚踏实地，从开始教学生，教打鼓，教唱歌，教吉他，能教的都教啊，然后开始在教会这个服事，所以教会有很多一些教会的 project， 一些 CD， 或是甚至于教会的灯光音响啊，或者是一些机构的studio 的东西，我就是帮他们开始做。那神也是就是一直让我有事情做。文美，瑶瑶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起起伏伏，你那时候对他在教会服事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在工作，那他我觉得他就是我常常跟他讲，我说觉得说你就把我们服事神的这份工作做好，那我们就等候神的祝福。其实就是学习仰望。那当然中间还是有失望啊，有很多的伤心，当然也有很多的眼泪。所以其实这过程当中也是不是很容易啦。对，有怨吗？有 complain 吗？当然还是会有，会有很多的争吵。那你应该问我吧。争吵是应该是蛮多的。可是你有想过神会让你再去走流行音乐吗？他有自己的 timing， 有他自己的时间。就像我刚刚唱那个
等待，其实应该是要唱成等候神啊。其实 timing 到了，就是你开始要又重新进入流行音乐界的时候，并不是你以你个人的名义，而是成立了一个蒙恩使女，对不对？对。怎么成立？很奇妙，我1990年其实就有一个意向，就是四个女生的一个团体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蛮中性，大家都会很喜欢。那也用了一些自己的方式了，但都不成功了哈。这一句话带过，就是也跌倒好几次。那一直到2004年，就像您刚讲，神的时间来了，砰一下就很快。四个女生到了，我们开始准备做制作。半年以后，出了一个叫《你的爱温暖我》啊这样的专辑。半年时间，我们在光是加州大概就唱了大概50场的演唱会。哇！可是还是没有人认识我们，因为美国太大了，你知道。所以就我们也就在想说，我们应该回台湾一次。当我发现世界充满痛苦和忧伤，天父你的爱温暖我。2004年暑假，优质女生团体蒙恩使女成军，展开为上帝高歌的旅程。一手打造这个女子乐团的徐志瑶，从训练、制作到宣传，每一个过程都让她体会到，这是上帝为她量身定做的音乐之路。因为蒙恩使女的成功，徐志瑶更充满信心地继续实践她的音乐梦想，接连制作了自己个人的首张 EP《在水上行走》，以及新加坡歌手彼得列传《My Guiding Light》专辑，为华语流行福音音乐注入更多元丰富的面貌。天父你的爱温暖我。其实这四个女孩哪里找来的？她们的声音美得不得了。对啊，也很奇妙，就是她们其实就是可以唱 a cappella。好，那这四个女生 anytime any place 就是哇就可以上任何节目，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不会有这个冷场。所以每次啊受到访问，就大家就问这个问题，那我也只能说是上帝自己带来的。对，有几个是我的学生，那训练了很多年了，有几个是我在一个 video 里面又看到的，但他们都是属于不同教会的姐妹，也都从小在教会服侍。好，那这个都超过10年以上，虽然他们年纪很轻，所以在他们互相，我把他放在一起的，他们其实互相是不认识的，后来让他成为很好的姐妹。对，文美，你那时候，你看好蒙恩使女吗？你自己？因为那时候觉得是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其实他们唱的其实特质也是蛮好的，那这些歌曲也都蛮有功高的。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工作。可是他把蒙恩使女都成立了之后呢，他有一次就把他们在录音室录好的这两首 demo 就说来就把我叫到电脑前面，就叫我坐在前面，就是要我来听。那我就一听了之后呢，哇，我当场就是泪流满面，这样子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歌词感，就是他们唱的我觉得很有恩高，然后觉得很感动。所以呢过了2个礼拜之后，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想说一定要来帮他，应该不是说来帮他了，应该是说完成神的计划。他们的专辑你一手包办哈？对对，所以这真的是很辛苦。我们回到美国那时候，为了要做一张献给神，一个是走出教会的东西。当然我们带抱那个心态，还是像做一个敬拜赞美，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然后甚至其实有很多，因为可能不能讲这么直接啊，但是我们的歌里面就是我们怎样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重新包装。那我们也当然看到说，其实上帝给台湾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也就是在传媒媒体。所以我看到瑶瑶的眼睛一直闪着光芒，哎，你看谈着他的理想，他是就变成不一样的人了。不过文美，我必须要来谈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你看到先生这样，当初他请你去帮忙，你必须要辞掉工作，辞掉工作代表你的家计上面开始又会出现你没办法去支撑，那他这里可不可以赚？然后就是你还要帮忙蒙恩使女这边，对，那你也知道 CCCN 这个在台湾并不是这么流行，你才是刚刚开始的一个处女地，对，你都不会担心经济的问题和压力。这么讲应该是，其实担心是真的担心，每天都在想
我们的下个月的生活费在哪里。可是这样一路走来，这样回头看，会发现神的供应都没有缺乏哎。可是我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我都很担心说啊，下个月的这个房租啊，或者是这个 mortgage 在哪里，那很担心。那可是我会发现，你越是担心，你也没有什么结果。可是就是后来就会出现，所以这是走在神迹里面的。有一个节目，那时候哇想去了很久，就综艺大哥拉飞哥的节目，我们就祷告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想到我们去上那个朱维英这节节目啊，那一个小时走出来吓一大跳，飞哥走在外面，我想上次就让他们从头到尾就听蒙文使命，听完之后哇你们唱太棒了，下礼拜可不可以就来上我们的节目。大家都问你为什么不担心，就是可是就是刚开始也担心，后来就刚开始觉得说刚开始不会担心才会想要来做嘛，就想说吧，很单纯，想说应该单纯，应该照着计划走，应该没有问题。真的跳下去做才发现，事实做的不是跟想象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啊，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哼，对。所以除了在行销方面，还有就是宣传这些东西，宣传，然后行政啊、管理啊，对，什么都要来。你看“蒙恩使女”四个字一听就觉得很。很啊，基督教属灵，很属灵。你们在宣传上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哦，那我一开始啊，我们尤其是主流就是你要请宣传啊。那这些人其实，在圈内我们讲老屁股，就是说啊，可能之前他们都做过什么四大天王啊，什么都做过很多有名的歌手。那他们不见得是主内的，但是我们要做东西，要让人家一听就知道说。他们是基督徒，嗯哼，所以当他们听到蒙恩使女这四个字哦，大家都蛮昏倒的，说实在，他们说怎么可能啊，你们这个拜托你们换个名字。跟我觉得我们当我们换名字的话，其实荣耀就不在神的身上了，坚持不换。那通告来得了吗？对，果然前面两个礼拜没有任何一个人邀请我们去，一直到第一个通告来了，是胡瓜跟杨帆主持的，好像是在全省的庙口前面呢玩游戏的。那时候我们也是有点挣扎，说你们基督徒介不介意啊？帮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就说，哎，如果能够在庙口前面唱诗歌赞美神，那多荣耀，就去了。没想到这个节目一去啊，哇，这个当这个主持人请他们现场来一首这个 a cappella 的时候啊，哇，那首歌 Power of Your Love 一唱完，全部人都眼睛为之一亮，你知道吗？杨凡自己就敲了他其他的节目，大概有三四个。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制作单位都来敲了，一下子啊，像我们去宪哥的节目啊，他也说哇，蒙恩使女，我女儿是你们的 fans 啊，因为他的女儿在灵粮堂，哇，他就特别交代好好照顾你们。然后去了很多，其实大家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节目啊，这个比较会开黄腔嘛，对，然后想说会不会蒙恩使女被吃豆腐了。反而大家听到蒙恩使女来了，心生敬畏之心，你知道吗？比较不敢。对对对，很有趣。但是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几个综艺节目，你们还是有一个上不了，对不对？对，有一个节目那时候哇想去了很久，就综艺大哥拉飞哥的节目，我们就祷告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想到我们去上那个朱维英朱姐的节目啊，是广播节目吗？广播节目，在飞碟电台，当然就哇就聊得很开心，现场有演唱有分享的，那一个小时走出来吓一大跳，飞哥走在外面。那飞哥为什么呢？因为200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个 All Solo Mio， 对对对，也卖得很好。他也来做宣传啊，那因为他很久没有当这个歌手了，所以他那天没有事就想听听看现在的歌手是怎么被访问的。就没想到我想上次就让他们从头到尾就听蒙恩使女，听完说哇你们唱太棒了，下礼拜可不可以就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就真的下礼拜去上了以后，制作单位可能觉得效果还不错，隔了礼拜又邀请我们去一次。所以短短两个月在台湾的宣传啊，就上了两次综艺大哥大。那因为这个节目的影响力算是非常大。第二天在北京，可能隔了八几个礼拜在新马，然后隔三个月会在北美看到，你知道，所以他的那个曝光的那个效果也很好。所以就很奇妙，上帝都预备好了。所以除了蒙恩使女之外，2006年对你个人来说其实是蛮有斩获的一年。因为在推 CCCM 这样的一个乐风到台湾来，你还做了其他的乐手。是，
当然这个我觉得一步一步了，都不是我们的计划。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我们可以让这个透过音乐，可以透过这个流行的方式，那我们一起可以来让我们的基督教音乐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工具，很好的一个一种流行，我觉得啊，所以我们就花了好多时间，我们在做连接工作。所以今年就像您讲的，哇，我自己也出了这个，没想到我会再出了一个 EP 啊。那像 Peter 啊，黄烈传之前也来过的节目啊，那我们还有一些台湾的 band 啊、教费啊，最近啊，马少俊他也出了，但我们就开始说，哇，大家就都一样的看见，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嗯经历了学业、事业上的峰回路转，徐志尧在成家之后也曾经历过一番云霄飞车般的高潮迭起。2001年1月，他拿着摄影机兴奋地迎接大女儿的出世，但还等不到心情平复，就被医生告知他是无刚症儿童。我们心中充满欢喜，各自肚皮唱歌给你听，你有一双动人。陪伴女儿经历医治的过程，徐志尧深深体会到上帝的看顾，也饱尝为人父亲的甜蜜。每天都开开心心，一生不离，爱你的上帝。然后听说生产当天你还在录音室忙啊？对，那天，还在录音室接到电话说阵痛已经到了每5分钟一次吧，好像，我就赶快飙车回家。嗯，谈谈你就陪产的心情和经验吧。哇，这个一生难忘啊！对我来说是很兴奋啊，所以我2只 camera， 然后呢手上还拿一个 digital 的，你知道吗？就3只 camera 就要捕捉每一个镜头，所以才会他可以看到。你三头六臂啊，你还最后是你亲手剪鸡蛋，对对对对，是不是？我是一手拿的 camera， 一手还剪，当然不好剪，因为太 Q 了嘛哈。那个医生跟我说 ，You are Mr. Do It All， 他说我是万能的，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对，总要自己来。对，那后来就到了清晨，就是7点钟生出来以后，哇，我们就很高兴，很高兴。那当然，我们在 MV 当中也看到，后来他去动了手术。对对，在那个小时呢，妈妈在休息，我就很兴奋，跟我女儿雅雅，我们就在那边玩耍，你知道。但是小儿科要来检查，看这小 baby 是不是都正常。结果没想到小儿科来了以后，然后就发现都很好，就最后检查说 everything is fine except no poo poo hole。那我听到说，我说啊，就是我们讲无刚症儿童，啊，那当然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其实不太好的话，就是说生孩子没屁眼。我当然一想到这个话的时候啊，我常常人家听讲说心脏太弱，人家说我心脏太弱，我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我就往后退2步，我就瘫在一个椅子上，我就起不来了，我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这小孩呢马上就被推到所谓加护病房啊 ICU 里面，因为他没有办法排泄，所以也不能吃东西，就马上要靠打点滴为生。文明，你的心情如何？那时候我那时候因为经过整夜都没有睡觉嘛，所以其实很累。那时候听到我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但是就觉得就是不好的事情，我知道。那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想说怀胎9个月生下来，怎么现在才就这样一瞬间就又走，就不是走了，就是你没办法说可以一直抱着他跟他玩这样子。其实那时候他还不能喝东西，所以我就一直要把母奶存起来，对，冷冻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看到他，这么小的身躯，管子，可是衣服也不能穿，因为就上面有个灯这样照着帮他保暖。对。那手指头好像每个手指都有东西在那边弄着，就觉得这么小一个小人这样子弄这么多东西在身上，真的觉得很心疼。当然，尤其刚刚才生出来，对，很痛哦。对，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无刚症儿童的发生的几率是每5000个小孩就一个。
啊、嗯、那而且呢不但是发生比例很高，而且它这个程度也不一样。那像我们家的呢、嗯、是只是它的就是肛门没有开这个洞啊，没有开对，所以呢噗噗就会从尿尿的地方跑出来。嗯，好，可是有的小孩严重的是可能直肠那一整节都没有，还要做人工的，那就是整个要做人工的那一节。哇，那个就好严重。对，那种的话就很严重。对，对。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安慰我们很多啊。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经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凡是他所造都是美好的啊。我们就是凡事借着感恩啊，来到他面前。我特别好奇文明是怎么走过这一段心路历程的，包括开刀后面还要复健、嗯、宝宝开刀时候的那种担心啊、嗯、那种心疼啊，那种害怕，或者甚至你会问为什么、嗯、对不对，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嗯，我觉得这段路其实瑶瑶她我们两个其实是一起扶持，因为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分担，那尤其在做复健其实是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嗯、也蛮可怕的、嗯、那一开始我们俩真的是就推来推去，你推我推你，对，可是后来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爸爸在做。复健的最大考验到底是什么？复健就是说所谓扩肛术啊，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不是自然开口，所以当它愈合的话，因为你就没有办法跟着那个小朋友一起长大，就那个洞啊，我们讲肛门是要跟着长大的、嗯、对，所以呢每天要做两次，就是从这个管子从这么细到这么粗，到某个程度，到一直到半岁，那就每天要把他的那个伤口戳破，然后在里面可能待大概20秒30秒我忘了，再拔出来，常常一拔出来那刹那，哇，那个粪便就跟着长一坨出来，对，那当然小孩子是哭了，就哭了，然后晚上又要做一次，对，然后两个礼拜以后再换下一个 size， 就每天要一定要每天都要做两次，对，所以那个是那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比开刀什么还要更难的。现在牙的状况、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都还蛮健康的，对对，但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事发生的其实是有他的恩典跟美意、嗯、啊，他刚会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因为听医生是要训练他坐马桶，所以他大概6-7个月的时候就自己要坐马桶、嗯、我们一天要花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是陪他那边陪他坐，反而啊每天有这个一两个小时很亲近的这个互动的时间啊、嗯、虽然是在马桶上的，那我觉得这孩子也是常常现在长大有时候身上一块好深的凹陷，然后我说你怎么来的，或者他从来很少说摔倒会哭，就变成说这个小孩子啊他很能忍啊，不管是压力也好就忍痛也好，是这方面是很强的，对、嗯、我觉得看到你们这个一路走过来这个中间的这个故事性这个冲击性都非常的强我们先请文梅讲讲跟着瑶瑶这样的一路走来的心情跟最后的分享。嗯，我的心情就是当然因为我一开始信主是他带我信主的，那他把这个最好的福分介绍给我那我觉得我这一路心情过来就是有高山有低谷，那在低谷的时候其实你要学习要赞美，那虽然很难可是你还是要大声的欢呼，这样你才能慢慢的爬到高山的地方。嗯，瑶瑶呢？呀，我觉得我很同意文美讲的哈，有时候尤其我们的每天我们面对的 situation 啊，每天面临很多不同的状况挑战、嗯、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推动这样子这么难的事情也是每天挑战很多啊，但是我们就是学习顺服，然后呢寻求他的旨意，对啊，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过的是每天可以很喜乐啊，那反正我们也不需要为每天忧虑嘛，嗯哼，对对，被形容为是山穷水尽之后的恩典，如今能够拥有走在水上的信心。瑶瑶现在要在华语歌坛开启新的一页，也希望她的音乐能够开启你新的事业。谢谢瑶瑶，谢谢文梅，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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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柯绍恩。在瑶瑶走过的人生的路里面，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人生总是有高山有低谷，其实
我们说人生如戏，如果是一台戏，它就必须是这样。如果每一台戏都是一条平的线，这绝对不是好看的戏。但是虽然有高山有低谷是好戏，但是当你走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很不快乐。让我好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他要带我们到那个比我更高的磐石上。也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次当你在一个低谷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盼望，你知道上帝会带你到一个下一个高峰上，那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盼望。在瑶瑶的人生里面，你看到其实就是一波一波一波，而在这些的波浪当中，你看见说有这么多在面对演绎表演歌唱这样的一些有热情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我知道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其实是面对很大的压力的，在那样子一些镁光灯之下，每一个人人生里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今天你是聚光灯的焦点，不表示明天你还是。今天当你因为许多的包装把你堆砌成一个在聚光灯里面大家所注意的一个注目的人物，但是明天呢，所有的那些包装也可能移转到别人身上去，也可能一夕之间成为别人最关心的掌声所集中的人物，你也可能一夕之间突然失去这些。对于一个年轻人，在演艺圈很多人十几岁就进到这个圈子里面，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怎么去面对这些呢？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去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他看，他宝贝你，他不但宝贝看重，而且他对你一生有荣耀的计划，在基督里找到你生命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带瑶瑶一步一步走出来，今天他找到你在他生命里的计划，他也可以帮助别人找到他们生命里面从上帝而来的价值。但是今天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许多人我们调转眼光，在基督里找到生命的价值。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你记得，我们的价值不是人家怎么看你，是上帝怎么看你。我们的价值不是完成别人对你的期待，是完成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梦想。上帝祝福你。